好惨哦。那现在有点凉哦。开机了吗？开了。很好奇导演有剪过人家头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这样像那个 taxi Robert De Niro 啊 ，taxi driver 的那个。Are you talking to me? Are you talking to me? 其实我的头还蛮圆的那个。对啊。我又问我妈，我妈说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会帮我一直挪头。哦，会有压的哦。对啊。好的，差不多。现在对讲机已经在拖导演了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演艺生涯原是梦，当歌手可以每天都帅气，当演员就要跟着戏的造型去走。哎，那我不就没有洗发精的广告了？然后有三发水的广告。但如果价钱出得好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考虑。这手感好怪哦，好像是洗碗洗锅子，有一种中刷，有没有？摸自己的头，距离我上次光头应该有20几年了吧？上次是为了拍《黄飞鸿与十三姨》，我演梁宽，我其实当时只是为了要唱主题曲。剃光头之后，发现，诶，没有办法上通告，歌手宣传没头发也很好笑，其他的戏没有头发也没办法演，所以那部戏拍完之后，我应该有大半年没有工作，好惨哦。那现在有点凉哎，我看我带他去买帽子，这种帽子不保暖，我怎么洗头啊？水冲一冲就好了，也有它的方便了。